天哪！朋友们，今天是7月8号啊，下午的5点左右啊、大家看一下啊，青岛西海岸新区滨海大道上啊拍到的急雨。我天，冰雹！我的天，冰雹！我天！哎呀，雨刮器开到最大了。冰雹，哎呀我天，哎呀看不见了看不见了，雨刮器开到最大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大雨太大了，哎呀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了，这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了，完全是凭感觉在开车啊，我天，我的天，这雨刮器开到最快了，这是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